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菲菲人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回来继续玩《艾尔登法环》DLC 哦。哇，丢大壶！嚯，他刚刚死掉的时候，他那个脚还在那边抽动哎、欸，打一打他抽筋了。这下面好像有路可以走哎、欸。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？哦，那边有地方可以下去吧？那旁边这些血迹是干嘛？嗯？哎、欸，想下去也要看清楚啊！路在这个旁边啊，怎么这么急呢？这么心急，是吃不了热豆腐的。哎、欸，这边好深哦，这边是要去哪里啊？下面还有个赐福点。然后这个旁边都有史莱姆哎、欸，这里是哪里？看一下大洞，这个名字也太直接了吧！这么大一个洞，石棺大洞，来到新地图了。哎呦，嚯、哦、嚯！哦想阴人没阴到，哎呦哈哈，还想阴我是不是？看我极快的反应力，躲过你们这些臭烂泥。吓、死我！我还以为我被阴了。他这边是什么地底遗迹啊？看起来其实蛮壮观的、欸。旁边蹲了一个虚影，跟他讲一下话。米凯拉大人，看来你已经舍弃了那绝对不该舍弃的事物，连自己的半生都拯救不了了，哪有可能拯救众生呢？米凯拉舍弃了他的半生，哇，这边超级深的，这个地方超级深，感觉很好玩呢，跳跳乐。这里要开启我们的跑酷达人模式。开始我们的跑酷之旅。哎呦！呜呜呜！我这个石像，它会射雷射光。哎，看我要被射死！哎嘿嘿吼吼！哦，哦哦！这边也太刺激，他都不会停的吗？狂射雷射。这边这么多的自爆怪，好像很危险哦！哦，这个被炸到肯定死的，那么多只，先引爆他们，慢慢的排雷。来花，换你墙壁，没有。不知道有没有人一下来就直接被炸下去了？我觉得应该有人一下来就被炸下去了，真是太阴险了！放了一堆会把人震下去的东西。记录点，哎，后面有什么吗？哦，哎，藏了个东西在这里，又是花，到底有多少花？这边都是一大堆花，我这是什么？大烂泥！哇、哦，这什么臭臭泥？我可以用宝可梦球丢它哦，它还打不到我。那个大烂泥，它完全没有瞄准我，反而是这种小的瞄的比较准。你都会自己掉下去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！我靠！我本来想要拉掉下去，结果
被他这一招吃到，好痛！那好像是新的招式哦。高低差让我扫刺一下，相叠光环，他刚用的就是这招吧？超级痛！哇，这个地形很崎岖耶，他动不动还有一个洞要让你跳，这么多洞，是觉得这游戏不够刺激吗？在地板上开那么多洞，增添欢乐性，不小心踩下去就搞笑了。欸，走对路了。哇，这些是什么？哇，太可爱了吧！这些动物在睡觉，好可爱哦！你看它们，哇哇，太可爱了！有人在大开杀戒，我们不这么做好吗？我们不这么做。你看，他们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杀小动物呢？你们有没有一点怜悯之心？这个是干嘛？怎么没有路啊？啊，请赐给我勇气，让我一跃而下到你身边的勇气，脱离那大人。一跃而下，这个是要跳下去哦。先等一下，我想要回去走另一条路看看。我们刚刚是走这个上面嘛，那这下面呢？这下面应该也有路可以走啊。哦，龙泥块，新的魔法，一下就拿到新的魔法。哎呦，史莱姆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哇，路上这么多，哇，很坏哦。哎呀，这这，哇，我差点被射下去。欸，这里是连到上面的地方欸，所以不管选哪一条路都是对的欸，那就不用特别再探索什么了，这里就让我们跳下去吧，跳！哇，这里是怎样？要打米迪尔哦？打米迪尔是不是？那个场景根本一模一样。好，先喝口水啊，是不是有荣耀出现了还是什么东西？反正就一定是 boss 啦，我觉得。哇哇哇！龙泥骑士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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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什么东西？一个骑行种，还有他的奇怪马，吓死我了！躲过了，躲过了！哇，回力镖！跳伞不好打，不如用盾反看看。好像不行。哇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！哇哇！我靠！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要怎么闪？好像有点东西哦，这个 boss。欸，到底行不行？欸，我按太晚吗？好像不行欸，好像不能盾反，那我就不用试盾反了，不用再跟他客气了。哦，活着！哇，
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哎呀，臭马，那只死马哦。放两次，这有问题吧？这东西，连续放两次是什么鬼？啊！哇，打这只也是很累呢，他的动作太奇葩啦，而且他那个连续放那个招牌招式是怎样？连续放哎，放完一次又放一次，夸张，真的夸张！哇，这里是怎样？这个红红的是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些人是怎样？这个是怎样？怎么死了？好可怕！怎么回事？吓死我了！交谈，Hello， 吸取花蜜？怎么吸取花蜜？嗯？摸他一把。花蜜好吃？怎么死了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死掉？难道刚刚那些人都是这样死的吗？我死了，我的血迹也会在这边，所以这些人都是这样死的，太好笑了吧？我再吸一次嘞，一样会死吗？这个一直吸会怎么样啊？哇，香哦！哇！回味无穷啊！这死的也太搞笑，所有人都要给他吸一把，哇，真香！我突然想到一个 NPC， 修利耶，跟他讲一下我们找到托利娜了。Hello， 怎样？有事要告诉我。他想要朝南前进。看一下他有没有在山洞里之类的。哦，在耶。Then you too must have paid a visit to Centrina's garden of deepest purple and drifting off in the sea of her poison.Soon I will hear her voice. Let me be. I won't be long. 我知道吸这个会死，但我不知道吸这个他可以这么爽。Oh, I almost forgot.
you mustn't follow my example. St. Trina's poison would plunge you into an eternal slumber. 哦，你现在才讲也太晚了吧？only, 我已经吸了两次了，爽。I am gone, adrift in sleep, so that I may hear St. Trina's lost voice. Let me be. I won't be long.半梦半醒之间可以听到托里娜的声音啊！既然都有 NPC 在这，那我们再吸一次看看，爽！第三次，哎，这次我们的血迹竟然在外面呢，怎么办？我被排挤了，好孤单！我被排挤了，我被排挤在门口，别人都在这边，为什么我刚刚在外面？这个动作很像饮茶哎，哎，Miguel, stop， 阻止米凯拉。你现在愿意跟我讲话了？哎，我怎么被排挤在这边？我真的被排挤了！天哪！ I am gone, so that I may let me be. 转达。I'll thank you not to lie to me. 没骗你。I am the chosen, not you. Only I can doze off in the sea of St. Trina. Why would you hear her voice when I cannot?If you should utter these cruel untruths to me again, I won'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my actions. 我没骗你啊。Enough. I cannot believe your cheat. 受不了打击。And I will stand for it no longer. 我应该是被选中的人。可恶。再继续吸，会有什么新的话语吗？然后继续跟他讲，然后继续刺激他。刺激他弱小脆弱的心灵，让他崩溃。你是咧？那就证明我没有骗人啊，是不是？托丽娜的微笑。当周围人物陷入异常状态，催眠时能提升攻击力。他还在吗？还是打掉他就不在了 ？Hello。You. I was no good to anyone. Beginning to end. Oh. Weak as a kitten, and thick as two planks. I suppose dying in disgrace is fitting, in a way.Tell me, please, assuming you spoke the truth back then, what did St. Trina tell you? Tell me, assuming you spoke the truth back then.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咯，要跟他转达这些话。Wretched soul, a nightmare could plague me. Such a thing could possibly be. Could it? St. Trina, please,
Let me hear your voice in my everlasting slumber. 好了，各位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游戏就先玩到这边结束了，下次再来继续玩哦。那么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是樊峰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